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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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'm Mary. I have baby. No. Okay. 这什么这什么举动啊？这是让人怎么看我呀 ？No, no, no. Okay, no. 大家好，我是飞想。其实大家知道，我出来旅行从来不做攻略。那么昨天到达邦劳之后啊，认识咱们这个当地女孩安娜。然后我想聘请安娜做我的私人助理，然后带着我出去玩，去这个当地吃当地的美食，去当地非常漂亮的沙滩。那么下午我还跟安娜会一起去游泳。我跟安娜租一台摩托车，安娜骑来了一条小摩托，但她这个摩托据说她是没有牌子，没有手续。那么现在这个酒店租摩托车是500一天，我没有那个驾照，即便我有驾照也在中国，所以我这边没有驾照。那么安娜呢也没有驾照，所以说我们俩就很尴尬。他们岛民也不用什么驾照，这边也没有人管他们当地人。而且安娜这个摩托车呀没有这个手续，但是我跟安娜偷偷说，我给你200块钱，我中摩托也得400-500嘛，我说给你200，骑你摩托咱俩硬干吧，爱咋咋地了。安娜说 OK， 所以说现在安娜带着我，其实我应该带着人家安娜，毕竟人家是一小女孩，但是我的确没有驾照，即便是中国驾照，这边承不承认也不一定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安娜带着我。不然的话，如果不正驾驶的话，在这边抓到，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严谨，因为这边法律还是比较严谨。现在去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跟着安娜走，安娜带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大家看看后方有一帮哥们儿，很兴奋，很激动，看到我这么被羡慕的模样，他们也一如自己内心的狂躁。之前安娜问我要去哪里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说随你 ，up to you。我说你想去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但是安娜现在给我带到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小路，我现在有点担心，不会把我腰子嘎了吧？大意了，我靠！我应该告诉他去哪儿了，不应该带他带着我来。他带我来的是哪儿啊？大家看看这小丛林里面，我这他妈嘎我腰子，我也没有办法啊！哎，好像不是嘎腰子的地方。OK。现在安娜把车停下来。OK。OK， we're going inside. You have。安娜带我来到一个农场，这农场是干嘛的？我也不知道。Hello。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tour at our farm?特喜欢兔子，这兔子你看毛都没了，你看。How much I buy for you? Really? I don't know.
for sale. 那么安娜带着我今天来到这个小农场，这里养的全是什么鸡鸭鹅猪什么的，有什么都没有。安娜跟我说这里非常好，好多的动物。我说有老虎吗？安娜，那没有。我跟大家说，其实安娜挺漂亮，但是她不上镜。视频之外看到她非常非常漂亮。安娜还是挺贴心的，因为昨天晚上我跟她认识的，然后我认识安娜的时候啊，也是随便聊一聊。然后安娜跟我说，她是当地的居民，她确实对当地很了解。所以说，我说那你就今天陪我出来逛一逛吧，然后我每天会付你点钱。我问安娜每天能赚多少钱，安娜说正常工作的话每天能赚大概500到600的比索。我说那这样，那明天我给你800，然后你陪我逛一天。安娜说可以啊，当时就特别特别开心。800块钱和我们人民币也就是100块钱呗，通过咱们漂亮的安娜陪我玩一天逛一天，主要是由当地人带着吧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到哪儿都不会被坑，而且都他特别了解路线。小哥哥又给我们上了这一个类似薯片的薯片 potato。薯片还有薯条，很享受。You like? Yeah, very good. You like Chinese food? Chinese food? Yes. Try some Chinese food, 烧麦。但是跟我们那烧麦是完全两个口味啊，就是我们这种回民烧麦。国外的中国食物啊，都是根据当地口味有所调整，跟我们国内吃的完全不是一个样子，也不是一个概念。我说一会儿咱们也别去什么mall是什么商场啊，一会儿我直接咱们去海边游泳吧。我看这外面有点阴天了，再不去我怕晚上会下雨。所以说我一会儿准备直接从这儿结束之后就跟安娜一起去。今天我真是用洪荒之力陪安娜把这公园走完了，我是一点点兴趣都没有。No, no, no, no. 他老拽着我，你这把我当什么人呢？这是 ，I'm married, I have baby.No, okay. 这什么举动啊？这是让人怎么看我呀？总拽着我，刚才在公园溜达已经拽了我一路了，总是这么拉着我。No, no, no.、Okay.